现行了，我要被沙尘暴毒死了，我也快被沙尘暴毒死了，超痛，我觉得超久、哦，有那么痛吗？有现成盾牌可以用，现成盾牌可以用。哦，哇，我看到有人在前面救，杰克这样、啊、可是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在他们前线又地震，地震有晃！我在他们家那边，我需要帮忙的，引走他们。我在引，会引很多人。我们都在烧怪塔。我去买个肉回来。我有肉，只剩一块了。我去买好了。地震结束。哎，那给你那个钻石绿宝石。那哦，有音乐，自己人，外面有人来哦，来哟！火药雨，都有接伤哎，都看一下。破泥斧了啦！快，为什么你可以？可以？怎么了？还好吗？他给我一个击退键，棒！化作击退键是吧？对。我靠，缺氧了！走！他来了，上面。上面来了，黑夜降临。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我还脱妆啊！No！说好通道，刚刚有人偷袭我哎！哎呦喂啊，偷袭你啊！我被挤下去啊！你也被偷袭了吗？天使之醋，哎，怎么来了？吓人啊！我在一塔等你。他们一塔越来越多人，三个人，哇，太多了！我死回家了！哎，我来了！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开？有神手，速度超快！哎呦，对哦，我劈一下，哇，我死了！力量啊，速度太快了！等一下，他们也很会配合哎，一次就外面一堆人砰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突然拿到一组的火药？为什么？刚刚有火药雨，因为我加工，我想说站在商人前面，怎么突然有一组火药？直接送给你，我会拿。这里，哎、欸，我的衣服怎么又掉了？我今天好会脱、哦，哇，我脱衣服啊，真的好会脱、啊，哇，你好啊！红绿灯，不要再动，我都没动了，没动，不要动了，没动，所以现在电他，让他吓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可以、欸，哎，哇，不小心传单死，有人吃我啊，屁股大，哎，我去。有人来喽！走了！我的火药没了啦！哎呦喂！哎，有两个人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在哪里？哪里？冲刺！传销冲刺！白痴！我们的塔。然后我们传销冲刺了！我太见识！啊！来！紧急救援！好，还有一个，死了一个，加油！那个藏在外面。中介珍珠的伤害是多少啊？两颗。哦，你就过去，然后再那个、啊。过去再吃东西啊。对。哎、欸，回血回满了。亏、哦。血了。直接回到满。先往前去了。好。啊。我也去前面。好，我去拿彩蛋箱，冲刺了。你也太早喝了吧？不然等一下中毒。就是说你熊猫团团，哦，还想装？我刚刚想说你在跟谁讲话？就是你，我应该不是自己吧？好像讲话吧？啊，应该不是我，应该不是我吧？结果就是我了，直接点名对，外面有人哦，有人，两个团团，你把两个人引走，哎，谢谢。对啊。在下面魅力无穷。哦，你走开！哎、欸，我打、啊！啊，我死掉了！我们的那个苦力怕要被打。苦力怕，马上下地！苦力怕，马上去防御！苦力怕，来了！救救那只苦力怕！
什么时候身上多了？他还在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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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有拆羊毛。哦，他应该是没带。刚有人拆，我把它补起来。哦啊啊！哦、啊，哎呀呀，我帮你破盾，破盾，破盾了。哎，哎咻！要跑掉，好像还想跑，还想说这个不给。这个水，哦、还想跑？水怎么了吗？酱油，我帮我开哦。好。我洗。啊，笑笑。他觉得失败。我们需要想办法多打一点他们苦力怕，不然等下凋零的时候有没有？会很麻烦。是双方一起了。看能不能。哎，我的盾牌没了，你又救我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在东西，我要死了。这是谁发光啊？来不及。哇！人发光。让我跳到水里。好，开了，开了。啊！他也跟着一起来啊！哇！你这。中路我来了，这塔怎么这么高？哎呦哎呦，解决一个，解决一个！哎，等下水神是不是要没了？哦，还还还还刚来吧？你刚才游上来，刚才游上来，游上来，这里有，我全部都打开了，哎，打开，打一个，来打一个！哦，你在里面啊？我在里面。哦，没关系，死了，可以，没事，又还是打不到了，谢，可以。我们刚刚几个人在砍啊？巧克力中救，快中救，盾牌来！我在里面。有，刚下一个，水没救。走，闪电，好，劈一下，继续劈起来。会劈。繁星，我在你后面，一起上。有双怪塔人，繁星里面有人，里面有一个。我来了。双怪塔有人。哎，我身上没有。有人破盾，他跑了。出去啊！回中路。哎呀，还想走？揍他，小帮手，你让他过去了。他要来到我们苦力怕了。等一下，这追不到他。追不到。哎，有啊！我摔死。小雨，就他。他在外面绕。他一直在外面绕啊。他在外面绕圈。气死了，雷死他！雷死他！啊，痛！他剩3滴。他绕回去了，绕回去。他是游，他游下去了。游下去。哇，牛排好多哦！他不见了，他自己掉到4000000了。好，问号。哎，杰克，我看你还是游泳模式。啊？真的假的？那你在地面游泳哎？在地上游。哇！哇！这么强！哇！掉了，显示 bug。这个是杰泳哎，哇塞！杰泳。厉害啊！好厉害啊，这个不管在哪都可以游泳。对啊。强力剑被拿走啦！虾米，你真的是哇塞，劫勇！赌神，小黑在底下吗？没有，我在赌博。我啦，这比什么都还要重要，怎么了吗？好，没有，我们扔钻石下去看要不要。哇塞，好痛啊！输了。你说谁很痛啊？他们弓箭2发我就死了。没有，那个是我掉的。那你掉什么那么痛？这样强势啊！哦，难怪很痛。哇，中间他们有人来喽！来了，有一个隐形在水底下。你要把他打下去，直接打下去。抽奖！他记得等下我箱子放一堆那个钱。抽！放两件。中间小伙伴，羊毛，中间有人吗？来了来了，我在家里，但我一直在喊，然后还在赌。你还居然吗？我有黄金斧，我有三叉戟在哪？啊，还中间上面三叉戟啦！哇，躲过了。哪里？还有没有火药？上面火药让我买个盾。上面这个，我放钱进去。可是我三叉戟，哎，慢的。哦，给我买个盾牌。干嘛？好多火药。中间，我把中间，反正跟我在中间，我把他打下去。有一把强力士给你，啊，你下去，下去，往下，有听到声音，他快死了。哎，好，哪有？那我喝。还有15滴血。哎，算，哎，有另一个凡凡，哎，杀凡凡，打爆你！我也被打下去了，我要一起下去，哇，一起下，哇，哎，有人在下面，背后突袭，没关系，我那个短弹还有。有弓吗？有一个在下面铺路的。哇，没有，我都举盾了。
我都举盾了。啊，我死了。等一下可以再赌。哇、哦，我的装备。噔噔噔。哇，血没满是没办法。不能隐形，对，嗯，那我放一些钱在那个箱子了，有点多了。保护石的绿帽，那个穿的不能拿下来、哦，了就拿不下来、嗯。可是他感觉很厉害。选择了，哇，我知道，我选择了。你选择哪一个？你妥协了。中间很多人哦，中间很多人哦。哦，小屁孩也蛮痛的。我给你一个头，我给你一个帽子。我在镜头。有办法控制、欸？那个弓超痛啊！我靠！对啊，超痛的。我被打到只剩半颗星、一颗星了。哇，杰克，你这个战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一无所有了。哇，那个弓太可怕了。哎，家里有、哦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人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武力防御有没有人有弓？谁跟谁？杰克跟小帮手。他家里还是有一个人一直在守啊，杀死了，可是我们的 S 啊，杰克你等一下，都是生命提升，我在他们商店区，好，哇，他那弓实在是太疼了，嗯，啊你怎么从这边下来，哈哈，我弄开哦，好，痛、哦，他们也在准备那个防守家，嗯，他的剑也。哇，那个一箭就死了，好痛哦，超痛的，哦、超莫名啊，痛死了！啊、小呱呱，好烫！我操，他那个帽子好强！我知道我砍到一些了，有，我刚好砍到一些，没有武器，我现在都没有武器了。再给你一个击退风力，好，那我被烧死，哦，掉死四个物品，他那个超烫的，我不劈死你！度蜜月，我钱也被拿差不多了，我的妈呀！嗯、他们只剩最后一个古力巴是不是？是的，是。对，嗯，有路，有路吗？有路，有路，路很多。而且我还丢了一堆桥，刚刚杰克丢一堆桥可以。哇哦，又丢了一堆桥，音乐可以吗？差一点，哦，我皮他，我皮他，浩南、啊。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真是的。然后后面弓箭手，后面弓箭手，后面弓箭手。放手，这边痛，哎呦！我四个让后了，好。来，举盾，我再举盾。哎呦，是雷！好笑，好险没有。帮你！有哥哥，杰克先帮，等一下。哇塞！我二死了，他都是三位。哎，这弓太扯了，我的装备，我刚血。超多哎、欸，直接变成弓秀，虽然我没有装备，这么凶，这弓好扯哦。我是有装备，被他射一箭剩两颗星。哇！我放的哦。啊，跟你说，好扯。亲密度归零。守着。剩家喽，剩家里了，剩家里的了。对啊，还在，他们在卡到最后一阶段了，最后一阶了。但他们最后一阶一只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最后一只，哎，可以，赢了，他们那个弓太疯狂了，嗯，好扯，就是一把哦，哇，那个弓好痛哦，超扯，而且应该是有配上那个特殊剑矢，所以就更疼，嗯，可能有，应该是有。超可怕！打一下莫名其妙啊！他丢了，他丢了，还好啊，强势无限啊！他应该配那个伤害之剑啊，有可能伤害剑哦，那就会更痛了啦。对，我打一下都滋噜噜，结束了，打我，对吧？你就变创造，看谁打你，TP 他。我正在，我就 TP 到一个好地方给他。对对对 ，TP 好。最好看的地方哇 ，JPG 嘛，啊 ，YU 什么的，哎，怎么自己下来啊？真不太深的啦。嗯，好。那个，刚拿弓是你，嗨，直接丢，看一下拿什么，对吧？丢掉。哇，锋利武的剑呢？好哇，他们附魔也是锋利武，两把附魔。对啊，这很高哎。在我们以为在那个。刷怪塔刷得很开心的时候，他们都附很高了，真的。
怪物也在变强啊！哇塞！哇，越刷越强啊！我们要打大 boss， 对，会变大 boss， 超可怕！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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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休息啦，下次休息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啊好。感谢今天收看啦，我应该就这几天吧，会去 FB 直播，那之后再来看我的台吧。对啊，因为为了生活，我还是不得不考虑换平台，因为只靠 Twitch 的话，没办法养活自己。YT 的话是可以啦，可是要养点点的话，还是需要 FB 或 NONO 吧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对啊，蓝色学校，先看看啦，如果蓝色学校没过，就去 NONO 了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